항상 우승 후보였지만 맨날 계속 준우승을 해서 이번 MSI는 강자의 마인드보다는 뭔가 좀 도전자의 입장으로 생각하고 게임을 할 것 같습니다. 마리벤 Biggest snob. I have conquered Europe. Now, time for the next step. Nunca subestimes el milagro. North America isn't a weak region, and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teams that we've had.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NA. I think nowadays the narrative is that the West can never win, so I would like to prove those people wrong. 일단 제가 LPL이란 팀에서 이렇게 대표로 오게 될 자신을 항상 못했는데 와서 LCK 팀대장 그린다니까 뭔가 감회가 새롭고 不管面对哪个队伍吧，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就去迎接他们。 프로게이머를 처음 시작하면서 제일 잘하고 싶다는 걸 목표로 삼고 시작했던 것 같아요. 지금은 나의 시대야. 盲亮的效果不会到太好，除非他就是抓准了，就是多伦他只会玩坦克。但其实这样子的话，哇，盲亮达瑞斯 ，OK， 前面的一个铺陈，现在是以达瑞斯作为回应。哇，多伦的角色啊，现在多兰不演了，正面要来跟你拼刀。我这个要回到这个2015年，马润大战 Z， 灌篮高手又要开多了，要锁吗，多伦？ 自信选吗？哇，自己在季后赛完全没玩过哎 ！Oh my god！看到对面是雷欧娜的话，选布朗姆 ，OK， 至少这个线是好打的。但在执行塔上面的话，就不会有这种能够直接开团的辅助来的这么的有强，这个进攻性。达瑞斯这边，达瑞斯是鬼步开掉在开砍哎，已经开点了，开砍了，五层在 A。 多兰闪现直接互换了召唤师技能，这个鬼步就已经暗掉，你知道吗？哦，这个要线杀啦！中路也是一阵的爆换，而下半部亚克两等就过来了。但都没有，都一等哦。先逼错进化，标被闪现给躲掉，在最终的手杀还是落到了达瑞文，应该是落在了奈德利的身上。哇，但这一波其实整体打起来，哎，勾到，反身一插，扛到塔。但因为有小兵，所以最终的话 ，Handsome 还是可以顺利的存活。但我觉得这波塔杀的差别就是在于。 卷曲他是二手单杀，我中路准备要来一波单杀了，闪现过去扑空丘比，solo Q，丘比，丘比这边韩国牌已经在喊了，哇，才两分钟就单，不过看一下这波下路塔杀，对，其实这里 pass 他在被叠完被动的时候，他是进化挤完之后马上用闪现往左，然后所以也让 Miki 这里误判了这个塔的伤害，多扛一下，所以被雷欧娜给换掉了。 那对于 Pace 来说比较亏的就是，可能这四只小兵的经验跟经济他是拿不到的。但整体来说是还可以接受的，而更不用说中路这里都怎么单杀啦，直接切回来 ，Pace 扭，其实 Cap 是有闪的啦，但就我觉得在操作上，秋比就是好了啦，不要再扭了。不过下半部要出事了。
Tensama 准备再拿人头。哇，这里声音，可能要等一下 Pina 的下一个 Q 吗？听很大一波的，看一下招式的命中度怎么样了。这边 W 技能先挡，普攻幻玉刮回来，这个塔杀轻松简单。完美塔。等一下要在这里打一个塔下的三打四的话是有机会的。想要先抓一个涌动坟地，让这里变成小花生的坟地。Q 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就直接被对方给控制住了。然后多兰还想回去。这里应该还因为雷欧娜来了，然后阿里有踢阿里的踢还在嘛，虽然没有魔了。对，那尽可能就是不要让对方点这个塔前。那还是在以过往的比赛来说，执行的都还是很完美的。那这边虽然小花生死了，但其实在整体上面上、哦、其实落后的那个地图经济没有到很多啦。太阳射线打到 Miki， 赶紧避雷守护跳回队友的身边，这个锁直接全招 all in 布拉姆，再搭配的是一个 pace 的大招，但 Miki 也是反身敲了一个冰河猎器，现在话题赖掉到了半血，亚也开始不断的 A 普攻，再加上一个标，并没有打到雷欧娜，有点硬要，对面有点硬哎，我回旋夺标吗？标死了！哇，亚克发飙了！我的天哪、啊，王爷，王爷，原来是预示者开吃。但到那个时间，你的大东西是有机会到两件装，然后甚至菲欧拉的边线是有机会在边线先找到机会。哎，这个大绝交的有点随便。对，那这边阿里是有大的，是可以上墙往前一清，没有大，没有招可以留人啊。极速兵是会进场吗？没勾到，这个一技能也没有打到亚克，两边都想要发起动手，但 Miki 开启了一个手心撞盾。后面的话是一个菲欧拉，直接盯上了 Hansama 最肥的一个达尔文，直接切死这个顶尖对决，是切掉了达尔文的人头，然后 Camps 也无法存活，突然之间的预示者就去马上就打了回来，哇，是的，又被娟菊控到。其实下一条龙的话，娟菊就完全可以来接了，因为经济现在领先到2000多块。哦，抓到你了吗？没有闪现，你打得死吗？打出正当冰封的效果，不过 Delay 还是蛮硬的，看 Yak 会扑上去一个回旋夺命斧，但 没跳上去啊。另外一边也是开扁了 ，Trophy 还有 Broken Blade 一阵的单挑，直接 Broken Blade 几乎被100换领。相对没那么痛的装了，它是有一个这个探索者护腕，然后再搭配的是永恒之装，但对于 Broken Blade 来讲，还是没有任何可以还手的。对，那菲欧拉这波没踢嘛，直接来装，哇，找到一波机会，对面没闪，哇，现在 Hansama 是大海，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呢？但反身又是一个斗转星移，直接晕，两边都叫了 TP 下来，要进吗？不敢进，技能也是不进场的，派大绝直接炸了一个烟火，想要来压一下对方的血量，叫出来，撞中，然后转下半步。罗根贝拉到一个雷欧娜，而侧边的话往前一个永恒之霜又想定，但此时的中塔已经爆裂 ，Pina 直接一个火速连击打到是 Hansama 的身上，然后所有人进场就秒杀了达瑞文，达瑞文死去之后，菲艾拿了一个 double， 而接着的话立山卓无法存活，这一波娟菊是打了一波大获全胜，亚克进到塔下，但自己是打野不能阵亡，没得打，然后以阿里的装备，哇，他也是赢立山卓一件装。还是想来拼拼看，这里 W 开早咯，那我就一打二，交闪直接交错永动坟地，但多兰完全不怕，现在开始的是对决时间，破冰破冰。破！现在是跟 Caps 的交朋友时间，这个初次见面你好。但对于 Caps 而言的话，最后也是没有选择硬上。上路就立山卓上去晕嘛，可是你还要跟这个周润有这个算心理博弈，因为对方也有个斗转之力可以操作你。给擒到啦，顶到交闪。那现在把打野的状态打残哦，再看一下娟菊会不会对巴龙有一些想法。但菲欧拉这里下面在一打一，菲欧拉是没大的哦。哦，好像又在单挑，也闪现当开砍啊！扭掉，鬼步开启，要追要追，哦，追不追得到呢？快跑得很快，但先再刮一下，还有一个斧头进来，哎，他怎么上路死人啦？巴龙助威，但我们先看 Broken Blade 的一个画面。助悲歌啊！对啊，我们看一下，啊，在这做视野。猜，然后丘比其实暴露在视野之下，而且接着 Miki 还是走进去了。他们是直接强开，就是直接 all in 哎，你看走得很深啊，直接强开，太狠了！哇，想跳回队友的身边啊！对，但没办法，对方伤害有出来，让他的装备其实一直没有在一个领先的情况下，其实对位到对方的这个阵容，他是打不出什么优势的哦。一 v 一，那现在是不讲武德时间，一 v 一，哦哟，躲掉，开舵直接交错斗转星移。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Caps 也过来，再多来，这个要快哦，因为下路要直接通高地了。千里大长征就是要多兰死，三人开追，追不到啊！多兰跑得飞快，然后现在是送他几个字啊，你家爆炸了，要直接锁辅助啊！哇，现在是变成辅助杀手，而且还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太狠了，那下塔高地应该是守不住了，而且多伦这边是可以 recall 在 TP 看队友需不需要支援的。B 座的没，应该说这个下半部的高地塔已经爆炸，而且丘比现在是飞来飞去。在一个亲家泳装。又锤，又抓到是 Hansama， 然后后续的话，一个永恒之霜是留住的 Pace， 但 Pace 的话直接做狂攻，反正一个月之狙击，但现在 Broken Blade 很硬，是换掉了一个雷欧娜，但接着的话 ，Cap 看起来也无法幸免。哦，但这边想一波哎，阿里要 recall TP 了，好像有点想法，但这里是断掉了阿里的回城。当然没事，就其实转头吃龙就好了啦。这边就是其实也是可以把节奏放慢，因为现在经济已经来到了10000的落差了。
对于 GenG 来讲不急啊，慢慢来就好。慢慢来就好了。而 G2 则是很想要在这一波想办法把人给留住。要怎么留啊？这对他们来讲是最后的机会，不能够放他们回家。还有人给他们留，还真的能够阻止多兰。多兰掉到了半血，这的话继续交错 Q 键往后跑，再扭到了一个标。但达尔文是有伤害的。第一款时间 ，Pina 想要保护自己的上路，但最终也没有保护到，变成是打野一起死掉。现在的话 ，G2 完成了一波反击吗？但只是丘比的一个进场，他是 TP 直接变成了九尾妖狐。哇，现在是九尾模式，这已经是一个 double kill。接着的话 ，Pace 准备开始收头，过来的是一个 Caps。但现在的阿里拿了一个三连杀 ，Caps 打出了一个自己的暴雪，直接在惊人起来之后，就准备要被丘比拿了一个夸张 kill。再开一个永动坟地，减缓自己死亡的时间，带一个 W 键来到了面前，这是一个。正确的 A 死了，哇！天神下凡啊！太神了 ，Trophy！ 太恐怖了，而且其实这个没理由滑上去，因为Pina 的没状态嘛，然后 Pass 其实他枪不好，然后这里 Trophy 还在 recall 嘛，就可以慢一点嘛，这个 slowly， 但没事。后面这个九尾妖狐下来之后，他超级痛的，而且他第一段的幻域是好像打到了四个人，所以直接把对方的血量全部打残。而且这个重粒子模式通常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他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代价、他付出了 Doran 的头Doran 倒了，变成牺牲召唤了，但我这边真的是球比太肥了，而且基本上操作再利用 R 去把这个 Q2 拉回来的位置给敲好，而这边阿祖又是你又抓到了 Miki、到了对于 Miki 来讲也没什么办法，控了 Chovy， 这里控制，但 Chovy 开出了一个惊人，现在真的是亮晶晶的这个阿里。而另外一边的话，飞爱拿了一个 double kill， 又是一个火库连击，直接把对方给举了起来。还有一段好，现在已经是冲到了对方的主堡前面。Yikes 孤苦伶仃，又是一个惊人。在这几波的团虽然有很多的惊人，但最终的胜果还是全局。就后面的团战比较没有悬念啦，就是。得说卷曲他这一场做的最好的就是他有完全的去意识到 G2 可能在执行塔杀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去做防范，而且在反打上面或者在防守方上面真的是这一场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到位，那让 G2 整体选下来的一个比较偏要在打线领先的阵容就完全没有扩展自己的优势，那到中后期的团战都是没有办法接的。